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,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.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, yeah. 只想听音乐。Yo Yo Yo， 所以在 Hit FM 官方 App 的你好，我是 Dennis， 为你带来这一次 Hit FM 中文强力推荐，还有 Dennis 的新歌哦。为你推荐周兴哲的歌，周兴哲 Eric 除了情歌厉害之外，还有很多老派的节奏蓝调，像怎么了，小时候的我们，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电音版本的 R&B， 像 In the Work， 像 Roller Coaster， 或者这首 Me and You 是完全不一样的周兴哲。在那瞬间，世界只剩你和我，就在城市里牵着你的手，而我只想对你说，好像在电影中，那女主角像风。 I like it when it's just me, yeah. I think by now you know itSorry if we disagree. Just hope we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me and you.来听一看光良的新歌，他从1996年无印良品开始，已经听了24年歌了。这张最新的专辑，是的，同中求异，集到李星云大师，他是金曲演奏类的金曲得主，还有小林姐黄玉玲带来这样不一样的专辑《蕨类》。专辑里面有一首很不一样的另类爵士歌，像《烂天气》，但是专辑里面的《反方向》还有《想你了》特别好听。这首歌是纪念他逝去的经纪人，还有他宠物小乖，听听看你会喜欢的。安好温暖的消息，我说我会一直好好的，但别忘了我们曾经的有个和你相思脸庞的孩子，在未来相遇的远方。丁世光因为一首 Catherine 让陶喆把他带进乐坛，他第一张唱片叫做《神经质》，入围了金曲新人。这张新的专辑《实况电影》里面，除了很拿手的中版好歌之外，推荐三首歌：一、木吉他，向他爸爸致敬的《你的家》；一首很像旧情人 Bruno Mars 的《情话》；还有这首他的拿手好戏中版情歌《好的一天》R&B 丁世光。维里安发片了，距离上张唱片硬戳隔了四年之久，也恭喜他终于抛开了大人烦恼事情。最近有四首单曲登场，一个是为自己3岁庆祝的儿礼，一口一口关于食物的不用告诉我，有 Brian Pennett 老派节奏人叫钢琴 vibe 的歌，而这首猫咪共和国应该最贴近维里安的私生活。 check it out。 哼着只蟑螂送你，因为怕你不会照顾自己，沙发抓破，偶尔蹭过来给你摸。
着我。跟很多好朋友带来新的单曲 Still on fire， 我们还活着，我们还活着，把两千年代千禧男团的男生还想玩音乐的都在一起，包括 BAD 的丹尼、 Ben、 妈吉的大力、 K1 的 Kid 和 Energy 的阿迪，带来这首 Still on fire， 用很新的音色带来有点搞笑又好玩的歌词，想很沙但是又很可爱，同时呢也希望招募所有两千年代千禧男团的男孩们，重新我们继续唱更多的好歌。 Yes, we are still on fire。 在上台先等大家为晚奶， YouTube 直播主网红，半点超完的网友准备见伴伺候，先别急，等大树开嗓热身后，肥肉塞进裤头，再度大显身手。Oh, 以前我们上了台就拼命，下了台就 after party， 全身都是自信，桌上摆满了香槟，眼神带着杀气。现在我们要回来当初，站着反对都军的家服，做音乐越老就越顽固，跳舞永远都不会服输。以上就是丹尼斯为你带来的 HFM 中文强力推荐，我是夜猫 DJ 丹尼斯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半夜11点到2点 AM 陪你听音乐